二位客官，就是这儿了，看看。还可以。站堂，你觉得呢？相当可以。我又没有问你，这里没有你的事了，出去。啊，那好，那有什么事您老吩咐啊。哎，展堂啊，哎，来了来了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了？好，等一号，等一号。够了吧？想要小费直说吧。没想要啊。那把钱，你想要，谢谢啊。拿了钱赶紧走人，以后再敢乱闯乱撞，休怪本大人不给房钱。哎，大人，我姓包，名大人，仁就是那个仁义的仁。哦，我姓白，白白，白白，出去，出去。哎呦。展堂啊，哎，你在六扇门混了多少年了？不多不少，整十年的。又是六扇门。他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吧？肯定是。他先叫展堂，我刚往门口一凑，还没等进去呢，他就问：“你在六扇门待多久了？”这不明摆着说给我听呢吗？他把你给吓的，咱用面最紧排你，放心吧啊。包管准没有错，啊，再来，先不急，你容我琢磨琢磨呢。哎呦喂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老缠着了我，行不行啊？我错在哪里？你要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我错在哪里呢？我不知道错在哪里，我又怎么改呢？我要是不改的，不要一错再错，再错再错。天哪！我这又到，你倒傻了我得了。燕捕头息怒，快给燕捕头赔礼道歉。那凭啥给他赔礼道歉呀？佟掌柜，我求求你了，把他收回去吧。不好意思，这是你们衙门的事情，我也管不了。嗨，咱们俩谁跟谁呀？快还你去！香玉。小玉，凶！站住！我的神啊，上帝呀，你的老天爷呀！不许说我的台词。哎呀，小玉，你让我说你啥好呀？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叫自作孽不可活。说的就是你，燕小六。我这也是为了工作，早知他这样，我就不招他。不要这样啊！这吴双也是初学乍练嘛。那你刚当捕快的时候也聪明不到哪儿去嘛，还不是你师傅手把手的教出来的。燕捕头，我知道我不聪明，但是我有决心和毅力。只要你给我一点点时间和机会，我一定能够干好的。小六，六。小溜溜，行，那就再试两天。不过丑话说前面啊，下次再出什么岔子，我谁的面子都不给。不给，还不赶快给燕捕头请壶茶去啊！把麻烦给消点，洗澡水。哎，等一号，等一号，一定要活水，不要井水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井水直通阴曹地府，阴气重，伤身体啊。一定要正午的活水哦！我上哪儿给你找活水呢？东边有山，西边有河，没听说过？听说过，怎么了？那还不赶紧去挑？够不够？够了。你把钱给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。西凉河离我们这儿有两里多地。你就说去不去？去不去？怎么的？小伙子，不该管的闲事不要瞎管哦。你听吗？叫吗？
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家里几口人，人均几亩地儿，地里几头牛，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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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。呀，看不出来，个子不大，嘴皮子挺利索，以前掐快板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招呼和我记住老爷。哎，我的妈呀！还不给燕捕头赔礼道歉？哈哈，我给他赔礼道歉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低调，低调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谁？昆明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英雄好汉来相会，敢趟我独自站一边。当当当当当当，知道我是谁了吗？我管你是谁。哎，你爱谁谁。既然到了我的地盘，哎，我地盘我在桌，不，他在桌。对，身份证拿出来瞧瞧。哎，是身份证，不是暂住证，不是结婚证，更不是离婚证。行行行，身份证拿出来，身份证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还不行吗？还算你小子识相。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，以后呢，咱们就是朋友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啊。有事儿您说话，千万别客气啊。我说你小子这弯转得很快嘛。那是，嗨，咱们俩谁跟谁呀？快话你是谁？哎呀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是个高手。起家了，展堂。你怎么知道我叫展堂？快话。你们要怎么样？我好好说话。好，吴双，干得漂亮，把他们两个带回去。啊，哎，他点着呢，怎么带啊？那就捆吧，捆吧，钱扔那屋里，等醒了再审一局再说。啊，是审一局，不是两局。不是三只，我说我要喝茶。哎，他是喝茶，不是喝咖啡，也不是喝可乐，不是冰红茶、冰绿茶、七七美颜蓝雪碧，更不是黑松沙士。六六，别管了，赶紧走，是非之地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掌柜。嗯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个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别叫了，他们一会就来了。哪个来了？两个捕快啊，一会就来审咱们来了。哎呀，那这如何使得呀？我可是什么都没有干呀，我是冤枉的呀，冤枉呀，大人！包大人，冤枉包大人呐！你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是即将上任的礼部侍郎啊。好，很好，非常极其特别的很好。哎呀，我的神呀，上帝及老天爷呀，你不要再说废话了。去，给我拿条鞭子过来。不要去，你要鞭子干啥嘛？审犯人呢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滥用私刑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真打他，我就吓唬吓唬他。啊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练不说啥把式。行行了，我求求你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大伙审起来，不敢你说的话，你一句都别说啊。咱们还按密令行事吗？到时候见机行事，走着。哎，滚！走。哎呀，我只跟你说一句，哎，停！哎呀，滚！滚！哎，回头要出了事儿，可别怪兄弟们提醒你啊。那个人来头可不小啊！不，哪个人来头不小呀？哎呀，就是头前那个小胖子，还有那瘦高个儿，哎，他俩带了一把剑。剑算嘛？我们这有刀，两把。人家可是尚方宝剑呢。尚方算？尚方宝剑啊！正七品以下的官员，先斩后奏。